这个是竹节虾，我把外面表皮扒了，海鲜店老板告诉我生着吃，我还是给他浇个小料吧，刚才还在活蹦乱跳。挺脆的，第一次这么吃生虾，还挺甜，因为它是活的，他就告诉我这么生吃是最好吃的。我怕扒皮太麻烦，我们就给它扒好了。冒着仙气的大牛排，
蜜汁大猪排，哎呦，来个脱骨排骨。